又见十二哈，旁边那么大的洞你不走，你偏偏要钻小缝，你自己屁股多大心里没点数啊？卡出屎都不回头，你屁股跟脑袋是不是装反了？大金，咱撤吧。嗯，赶紧撤。不是你们两个这么怂吗？好狗不吃眼前亏，那是本地狗，咱弄不过。你们两个长这么大块头有何用？废物。村里的老人说看到一只黑狼进村了，让我注意一点，我还正害怕呢。说的就是你吧，你还回来干什么啊？喂，是狗肉馆吗？啊，我家里有一只废狗，不想养了，你那收不收啊？啊，不是你等会儿，你说谁废狗呢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再说一遍。这就是最新引进的二哈监控系统，装配360度全死角摄像头，我就问你们慌不慌啊？你个狗东西，今天要不是笼子拦着，我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你也一样，要不是笼子，我连了你，下次别让我在外面碰到你。喂，你们两个打不打？往左边挪两步，笼子就挡不住了。就你多事儿，就是少管闲事，看什么看？来，继续。可挨千刀的，哪个王八犊子把这个玩偶扔到草丛里啊？这大半夜的差点给我吓死，还没过年呢，差点想年。大爷，您不用这么紧张，这个东西它永远不会走。您呐，就放轻松的玩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大爷，您没事吧？你别以为你拿个假老虎过来，我就会怕啊，我也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哎呀，猫哥，你听我狡辩，你听我解释，那粮食真不是我偷的呀，而且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啊，我还不想死。住口，你无路可退，速速就擒吧。嘿嘿嘿，阿姨，我臭你个臭！嘿，哎，谁打我？是不是你？我也刚挨的揍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真是讨厌！小老弟，你干啥呢？我喊你了，你听不见？我看你是欠揍！哎呀，我的妈，闯祸了，把人脑袋撞掉了！现在的小孩太难做了，我才6个月大就要照看7岁的姐姐，终于把她哄睡着了。哎，我太难了。这种车技我只在游戏里面见过，能在现实中达到这一水准的你还是第一个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是在集蛋器，对不对？大哥呀，你是怎么做到让猪这么配合你的？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，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拿人家的命威胁人家了？刚出月子就要下地干活，老母猪也不容易啊，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生活，活着嘛。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害怕这种爬行动物。不慌啊，咱们给它配上音乐，是不是多了一份妩媚和妖娆？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，二哈牌摩托车，马力大，也是关的声浪，就是有点费耳朵。